爆笑穿越来袭，多人有声剧《快穿之反派又黑化了》，作者裸奔的馒头，演播一刀苏苏，第873集。血明抬眼望他，突然道了句：“你也说我黑？有吗？师傅，我顶多在心里偷偷说你黑，什么时候当着你面说了？没有。你叫我小黑。这不是你小名吗？外人瞎取的。师傅错了，给你道歉行不行？道歉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。不然单独带你出去兜个风。血明没吭声。给你一个亲亲抱抱。以后莫随便对旁人亲亲抱抱，要矜持。南巡被他一本正经说教的小大人模样逗得笑弯了腰。哎呦，我说你个小大人，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呀。血明板着脸任他笑。等到南巡终于笑够了，突然就察觉出了一丝古怪。当真有这么老成的小娃娃吗？莫不是同我一样也是从家乡穿过来的？这个念头一出，南巡先是一惊，随即兴奋，脱口而出就是一句：床前明月光。他紧盯着这个小黑娃，观察他的表情，生怕自己错过什么。血明却只是扫他一眼：此时还是白日，哪来的月光？南巡一蔫，当即打消了疑虑。看来不是老乡，真的就只是因为这个小黑娃人比较成熟而已。南巡觉得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想必他以前过的日子过于艰苦，便早早学会了大人的老成。小明儿，你瞧瞧这儿怎么样？南巡一句小黑差点叫出口，好在及时改了口。小明儿三个字让血明一对剑眉轻微地抖了抖。罢了，随你喜欢吧。南巡所指的地方是一处位于青竹峰山腰的石壁，山腰处的竹子最多，山壁也不算潮，虽然不及他住在山顶之上能将一切尽收眼底，这里的风景却也不错了。血明没有看他所指的地方，倒是望向山峰顶部的一处洞府。那里便是你的洞府。南巡听到这话，突然间意识到什么，一双美目微微眯起。他就说呢，走了这么一路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原来是小黑娃从未叫过师傅二字。小明儿，说话之前是要叫师傅的。先前在拜师大典上已经叫过了。南巡忽的双手环胸，姿态闲适，嘴角轻勾，眉目含笑，神态异常生动。叫一次便够了。腾血明小朋友，师父不得不说啊，你太异想天开了，以后不叫我师父呢，我就不教你修炼哦。小孩顿了顿，突然抬眼盯他，神色看起来竟带了几分意味深长。你喜欢我叫你师父？这是应该的，跟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的确挺喜欢的。小孩悠悠地盯着他看了半晌，颔首：你若喜欢我称呼你师父，那我日后便日日那么唤你。南巡微怔，错觉吧，为何从这个小屁孩眼里看到了一抹无奈纵容之色？无奈纵容？他再朝他那双眼睛看去，小孩的神色好像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过是故作老成的装逼而已。此娃无师自通，装逼段数已有小成，假以时日，在我的教导下，定会成长成一代雪莲公子，引无数女修竞折腰。不过装逼在外人面前装装就好了，自己人可不兴这一套。南巡伸手点了点他额头：小明儿，不要总学大人说话，小小年纪这么老成做什么？小孩血明静静地瞅着他：
你可以把我当成跟你一样的大人。南巡噗噗笑出声，掐了掐他没有多少肉的脸蛋儿。哎，便是你以后长得比我还高，在我眼里也还是个孩子。你师父我芳龄156，可比你大了足足150岁。小孩顿时绷紧了脸，薄唇微微下撇。南巡见他一脸郁闷，眼中笑意加深，故作沉思，片刻后道：你若真想师父将你当成个大人，那便在10年内成功筑基吧。血明目光微动，提醒道：我只有5灵根，资质很差。便是3灵根和双灵根弟子，也不一定能在10年内筑基。南巡扬眉，脸上神采飞扬。那又如何？别人说你不行，你就以为自己不行了？若你是如此想法，我又为何收你为徒？小明儿，莫要叫师父失望啊。好，那我便10年内筑基。血明盯着他认真道。南巡在心里偷笑，果真是个小孩子，随便一击便入套了。凭你5灵根资质，想在10年内筑基简直天方夜谭。可一旦有了动力，不管你能不能做到，起码你会拼尽全力去做这件事。小明儿，看了许久，你可定一下在哪儿开洞府了？哪里都不满意，不若我与师父比邻而居。哼，你呀你，小滑头，亏我还以为你老实呢。也不是不能在我旁边再开个洞府，只是这么高的地方你要怎么上去啊？从山腰到山顶的那一段可没有台阶，只能御剑飞行，而御剑飞行需得至少筑基修为。师父便提前为我准备着，等我有朝一日成功筑基，我再搬进去。南巡有意激励他修行，便应道：可以，只是在这之前，你要不要先找个临时洞府？一日不筑基，一日不筑洞府。那你住何处？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。骚年呐，万一你20年都无法筑基，难道你这20年都要当一个野人吗？小黑娃血明果真不是说说而已，当晚便找了个地方靠坐着，一副打算就这样到天亮的架势。当真要在这儿露宿一晚？血明正色点头。南巡笑笑地看了他半晌，没有再说什么，直接御剑飞行离开了秦山。然而没过多久便又返了回来，他手臂一挥，两块新鲜剥下的妖兽皮出现在他面前。他不爱干这剥皮的活儿，脏兮兮的，落水就更不喜欢了，所以储物戒指里备用的毛皮不多。虽然我秦山灵力充沛，四季如春，但你如今还是凡人之躯，夜晚露重，小心风寒。南巡伸手又摸了摸他脑袋，他好像格外喜欢这个动作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再见。